各位贵宾，非常欢迎今晚各位的光临。那我想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、要请福尔摩沙四重奏的叶船长来跟各位说几句话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各位来宾今天的莅临这场音乐会。福尔摩沙四重奏从2006年得到全世界室内乐的首奖以来，一直到现在，他们一直有一个心愿，想要培育台湾的优秀的弦乐四重奏的学生。从北到南，从北艺大、南艺大，还有整个台湾各大专院校的音乐系的学生，他们在室内乐的这一块，这是我们教育上稍微比较欠缺的一环，所以福尔摩沙四重奏很乐意来把他们的收获能够传达给台湾的学生。那也希望我们的台湾的学生能够站在世界的舞台。那这个6年来，从2013年一直到2018年，我们每一年8月，老师们都在东华大学来训练，每一期大概有25到30位的学生，那么学生的进步非常的快速。那今天容我在这边很自豪地说，我们的学生已经可以站上世界的舞台，所以在音乐会今天的音乐会之前呢、我们会有一小段让学生的成果能够展现在大家的面前。那也非常感谢我们这6年来一直默默地赞助我们福尔摩沙四重奏这个音乐节的所有的朋友。那在这里我们非常代表所有的全体的这个工作同仁跟大家说谢谢。欢迎我们的学生先来有一段很小段的一段表演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，那我们现在带给大家一些比较台湾味道的曲子。